Can you speak English? Espanya? Japanese? Korea? 什么工作的呀？喂猪。你们家的猪现在有多少？不是我们家的猪，是我亲戚们家的猪。啊，等会儿我捋一下啊。那个猪是你们家好多亲戚的，你爸是帮他们？不是一个亲戚。我有点乱了，好多亲戚，好多猪。不是一个亲戚，好多猪。一个亲戚开一个猪场。哦，你爸就在那个猪场上班。是。不是我们的，你说没说清楚。我还没给你介绍我的两个搭档那边。Hello， 打个招呼吧。你叫我，你叫我叔叔，你叫他们呀。我睡，先睡个觉吧。啊？睡觉。你看到他们就想睡觉啊？你太耿直了。我的意思是跟人打个招呼，你看我学一遍啊。昆凌姐姐你好。睡觉吧。为什么看到我是就想睡觉？我也想这么说，但是我不敢。挣到的这个五块出场费，那钱都收哪儿藏哪儿？藏我奶奶那里。为什么不给你妈呢？这不我啊。就不给他，他太能花钱了，对吧？啊？你怎么知道这个呀？男人嘛，都知道这个。你在干嘛？聊起来了。我跟你聊半天，你都没有一点笑容。我一看美女，好玩是吧？你不也笑了吗？你姐姐有抢过什么东西吗？我姐小时候非常喜欢杰伦，然后她就要买她的专辑，然后要从我的存钱筒里面拿钱去买她的专辑。我死不要，说这是我的钱，我不要。然后她就把我的小猪打碎，然后就为了去买她的专辑，所以我那时候很生气。你那个时候就发下宏愿，我不要买她的专辑，我要成为她老婆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成为她老婆。我说你最近有点烦恼。我的烦恼是喜欢我的人太多了。是喜欢你的人太多了，还是喜欢你的女人太多了？喜欢我的女人太多了。我就要交这种朋友。你以后有这种烦恼的时候，记得我给你留个电话，缺一个就行了，是吧？不是，这本的天哪。那我不在这儿写了，我下班以后带回去。啊，不行，那你就欠20个。为什么是20个？挑个整数。为什么我非得现在欠呢？一会儿你到台下你就跑了。哎。你的那个口音我很喜欢，你又跑了。你跟我说你有什么用签了这个？得请假和请啊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这个猪是你们家好多亲戚的，你爸是帮他们？不是一个亲戚。我有点乱了，好多亲戚，好多猪。不是一个亲戚，好多猪。一个亲戚开一个猪场。哦，你爸就在那个猪场上班。是。不是我们的，你说没说清楚。我还没给你介绍我的两个搭档那边。Hello， 打个招呼吧。你叫我叔叔，你叫他们呀。就不给他，他太能花钱了，对吧？啊？你怎么知道这个呀？
男人嘛，都知道这个。你在干嘛？聊起来了。我跟你聊半天，你都没有一点笑容。我一看看美女，哈哈哈哈好玩是吧？你不也笑了吗？有抢过什么东西吗？我姐小时候非常喜欢杰伦，然后她就要买她的专辑，然后要从我的存钱筒里面拿钱去买她的专辑。我死不要，说是我的钱，我不要。然后她就把我的小猪打碎，然后就为了去买她。我睡先睡个觉吧。啊？睡觉？你看到他们就想睡觉啊？你太耿直了。我的意思是跟人打个招呼，你看我学一遍啊。昆凌姐姐你好。睡觉吧。为什么看到我是就想睡觉？我也想这么说，但是我不敢。挣到的这个5块出场费，那钱都收哪儿藏哪儿？藏我奶奶那里。为什么不给你妈呢？这不我啊。Can you speak English? Espanya? Japanese? Korea? 你什么工作的呀？喂猪。你们家的猪现在有多少？不是我们家的猪，是我亲戚们家的猪。啊，等会儿我捋一下啊。他专辑，所以我那时候很生气。你那个时候就发下宏愿，我不要买他的专辑，我要成为他老婆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成为他老婆。我跟你说，你最近有点烦恼。我的烦恼是喜欢我的人太多了。是喜欢你的人太多了，还是喜欢你的女人太多了？喜欢我的女人太多了，我就要交这种朋友。你以后有这种烦恼的时候，记得我给你留个电话。确认过就行了是吧？不是。